菜爪。 马上来吧，看着溜。 我真的猜对了，我感觉比紫米面包好吃，它这个皮儿又糯又有嚼劲儿，糯糯的口感。
上面是一层椰蓉。这豆沙给的太足了，这两个根本都不用加热。难可豆沙味，颗粒，这种豆沙没有添加剂，就直接把豆子粘成沫儿，整体甜度也不高，好吃。这个是五香卤蛋，个头都挺大啊，9.9块发10个，1块钱1个。特别爱吃这种菜，就是出去的话方便携带。炒米粉，这个米粉无论你怎么炒的都不会坨。热水泡个3分钟，然后直接炒。这个老式大辣片，不是很硬的那种，一袋是68块，一点不硬。
芝麻白是吗？小米酥，很酥脆，口感都不一样。水饺，可以点不一样。辣度适中。心肝都吃了一下，肉特别厚，然后品质很好，个头都很大，酸酸甜甜，个头都可以，特别干净啊，无杂质。
放嘴里很软糯，零脂肪的，解腻小零食。